你害怕不？我害怕。你不害怕，哥哥有点害怕。哎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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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小朋友你好，你们是同学对不对？你们长得一样吗？你们长得……哎，你们。不是，为什么大半夜的发生了一个？吓死我了！我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两个再给我演一遍吗？走了，我的线索走了，自己，为什么？等一下断了呀！关键是他俩啥也没给我留下，留下了一套奇妙的手势，你拍一我拍一，你拍一我拍一是什么？我想回那屋里看看，我想再上去看看，太吓人了。如果他们两个现在在屋里，我就会被吓死。我主要是想进来一个亮点的地方缓缓，刚刚那一幕太吓人了。青蛙让我来问圆巴卡小朋友解决他的困难，但是我现在所有线索都断了。我觉得他刚刚一直靠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包吧。哎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们不是消失了吗？哎，发生了什么？你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？我先向你道歉，我不是那个什么，我就是在找线索，所以打开了你的包，然后我也看了。可解开吗？啊，你解开了？还没有。刚刚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找你的兄弟吗？可以现在再带我去找他吗？所以又要去找他？我们可以带我去找他吗？好的，我们去找。现在我已经被震撼到。